接下来要准备标准品，这个是我们买标准品的黄曲毒素。之前准备的时候是准备100个 ppm 的浓度，泡在纯的甲醇溶液里面，这时候进行10倍稀释。十倍稀释，我们已经准备好管子，装了9毫升的纯的甲醇进去稀释。好，混匀之后，稍后我们会做2片，一片是标准品，一片是样品。